等儿，走圈怎么一呼了？有些你快来玩游戏啦，耍游戏了，哎，套圈走游戏，快来耍了啊！套住的都是你的了啊，快来玩喽！游戏，我小时候玩过，好长时间都没见过有这个游戏了。哎，我去找一下回忆。好，走，快来发游戏了啊！套圈，小姑娘，这是套圈游戏啊！啊，套圈，怎么也有个尿袜？哎呀，都死磕头了，我呀。好几十年都没玩这个套圈游戏了。哎呀嘞，那你更应该刷刷了。哎，一元一次，一块钱投一次。还行，不贵。哎呀嘞，我那个那是亲民价格，还便宜啊。但是东西都很值钱，你只要套着了，你看，哎，我套上去，哎，套上去了，东西就是你的。哎呀嘞，老值钱了。行，那我先试试吧。不能试的，咱们还得试试。上来你拿钱，拿钱我就给你套。不让试啊。那行，那我先玩一次的吧啊。一块钱我还是有。OK， 一起九钱，一起九圈儿，走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太重了！哎，你这可不行啊！这咋不行？这不套中了吗？你套圈儿，有你这么套的吗？你得往后踢！你这子小孩都能套着，怎么一扔就扔进去了？还有你扔？不行！不是，我还得退！那肯定的，你搁这么紧逼。放进去了，那我拿了它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子就算是你失败了，除非你再来玩一次，再拿钱吧。还拿钱？拿什么钱？拿钱？嘿，你让我退那么老远，我怎么能套着？哼，不玩了。我家有奶粉，擦清，给那闪着哈，最好了。这玩一次，那么一套套着的就是你的了。我不稀得喝，我孙子更不稀得喝。不刷，不套拉倒。去，套圈送鱼线啊！哎呀，来，快来刷了啊！哎，套一个就是你的，套中就拿走啊！快来玩儿喽！那有个长得挺俊的小妹妹。手里还拿着那么多圈儿，这是在这儿走什么？耍游戏啊，估计能挺好玩，我得过去看一看。阿姨，耍游戏了啊！小马，你这么热的天儿，你在这走什么？哎呀嘞，家猫为了
哥，感情是个老光棍儿啊，不能跟钱过不去。来，爷给你正好20个。什么正好？我先拿来。提。啊，往年提是不是？不准发来啊！恁大哥哈，今天就给你上一课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套圈高手。哎呀，拉不动了。我给你套个贼大。哎嘿，没中。哎，你又没中。哎，还是没中。哎，有什么中啊？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套圈高手。又没中。大哥，你金牛，一个也没套中。没套中，没套中，那是我特意的，我还有的是机会呢，咋再来？大哥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啊就剩这最后5个圈了，要是真套不中，这圈就没有了啊。你的意思就是我就剩这5次机会了就是了。行。哎，不中。我跟你说，小马，我什么都不套，我今天就套你那500块钱，你看着哈。放马过来。中，有什么中？就剩啊这1个圈了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猛一把。哎呀，光棍大哥嘞，你们你咋前边等人家四只眼看不见，这再来个后边，放马过来。Yeah.天冥冥之中给咱俩安排的缘分啊。你看好石吗？你随便拿，不行不要套了，你拿行了。哎呀，你大哥是个守规矩讲道理的大哥，拜银必有国呀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行了，我套中你也跟我走吧。大哥我错了，大哥走吧，你稀罕死吗？你拿下了，你走吧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要和我走。去，大哥。不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走。大哥。